笑容，深受很多厂商的喜欢。不过年纪轻轻只有27岁的他，现在却传出被医师诊断是已经子宫出现了病变。不过乐观的他没有因此气馁，反而在脸书跟粉丝分享自身的经验，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子宫抹片检查的重要性，能够提早发现，提早治疗。他送我2张日本来回机票，哎。五官神似外国人，笑起来十分阳光。27岁的模特儿陈维丽是许多广告商爱用的模特儿，不过也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让她身体出了些状况。去做身体检查时，却意外发现子宫发生病变。就工作关系，然后一憋尿，憋尿到最后我也就忘了，然后可能一天下来很少就是上厕所，然后所以我就尿血尿，我就去看医生。医生诊断癌前病变，子宫癌上皮内肿瘤第二阶。不过乐观的陈维丽没有因此气馁，反而在脸书PO出励志文。会跟大家分享是希望女生们要重视子宫抹片检查的重要性，如果我不是提早发现，我也许演变成癌症。当医生告诉我检验结果时，记得当下我耳朵瞬间耳鸣，听不见任何声音，感觉到生命的渺小，在整间室里崩溃大哭。会觉得天哪，为什么是我？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？然后我就问了医生，医生就说，其实这种病症呢，其实是女性会缺乏维他命 A 跟 C 还有 E。尽管曾经很难过，现在的陈维丽决定用自身的经验来呼吁大家重视身体的健康，早点休息。然后我可能就是吃东西上面，我已经就不太再敢吃一些就是炸鸡啊什么的。医生也建议有过性行为的女性，每1年到3年就该进行检查，对自己身体多了解一些，就能远离病痛多一点。记者王宗翰、郭欣婷台北采访报道。